本人發言呢是針對這個修正案編號23和24。23呢就是黃毓民議員提出的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340萬元，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全年酬金的預算開支。24正話陳偉業議員呢就講過啦，咁我哋呢就我唔讀啦，名呢又話我即係沉氣。主席，用人之道呢就係即係表達，即係證明咗一個即係呢個首領也好，一個政要也好嘅一個能力嘅。我而家講緊呢兩個呢就當然係即係輔助佢執政嘅。昨天我講咗呢個行政會議啦，唔講啦。而家呢兩個呢就直接係佢幕僚嚟㗎啦。一個呢就叫做辦公室主任，一個呢就叫做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咁當然係有分工嘅。點解有兩個呢？一個呢就係專喺香港，或者喺更加具體咁講呢，就係喺唔係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裏面去服侍特首嘅。我哋睇到㗎周騰華去同菲律即係周騰華係陪住特首呢去同呢個菲律賓阿基諾三世講嘢嘅。陳建平喺度我唔知道。而實際上面我都唔重複啦。這個高級特別助理就喺大陸嘅範圍裏面，因為佢人脈熟，可能係咁樣。咁所以佢如果你話請兩個人呢本身都相對合理嘅。因為梁振英就講明㗎啦，佢要內交，咁我就叫做援交。咁佢要內交嘅時候，佢搵一個人幫手呢係合理嘅。那個問題就是用人的問題了。我先講下邱騰華這位先生先啦，係咪？我就話過佢係鬼面人啦，個意思就係話成日隱形。嗱，邱騰華本身係一個一個問責局長嚟嘅，本應係環境局。OK， 有冇能力？嗱，你用人為財啊嘛，喺環境局嘅佢嘅執政裏面咧。我哋睇到有三樣嘢最少呢係不敷眾望。第一就係我講到口水都乾，今日都未解決嘅，就係佢冇提醒到呢呢一個海事處係將維多利亞海港列為一個禁止用呢一個高污染嘅柴油嘅特別區域，同所有即係海呢個海港城市嘅法例呢係脫節咗，咁呢個算數啦。而家都留到而家嘅。第二個就係禁，即係嗰個所謂停車熄匙嘅問題啦。而家都已經變咗國際大笑話㗎啦，主席。只要你夜晚食完飯行出去，你睇到有冇人停車熄匙嘅？嘥三年，嘥三年喎、我都跟咗佢跑咗幾次龍套喎、第三樣嘢呢，第三樣嘢係乜嘢嘅失職呢？就係、呢個邱騰華留落嚟嘅遺產呢，就係而家黃錦星嘅周圍去說服人哋啦，喂，我區田區再唔擴大唔得㗎喇。即係佢任內佢係嘥咗好耐嘅時間去做一樣冇用嘅嘢，即係停車熄匙，係做咗等於冇做嘅嘢，而就冇去處理一個而家變咗計時炸彈嘅問題。任人唯才嘅話係斷不能用呢一個340萬嘅公帑去請一個人喺你身邊再去害你㗎嘛，係咪？喺呢點上面佢又講，我都百思不得其解，點解會係咁？係咪即係點解特首係會喺官場裏面搵一個已經係神即係怕咗佢嘅人，即係話其實做公關最叻嘅人，周騰華嘅公關都係叻啦，咁差嘅官都冇咩人鬧佢。咁到底我哋納稅人俾咗呢個340萬之後，邱騰華有冇做好呢個本分呢？當然冇啦。主席，你都講過嗰五頁紙啊，即係話梁振英俾人哋喺度係咁拗，話喂你幾時呢個 HKTV 嗰單嘢你到底來龍去脈點啊？俾五張紙，大家喺度呢個會議廳裏面當為燒餅啊。老實講，呢個行政長官辦公室嘅主任係真責無旁貸，唔好講其他嘅疏漏啦。所以喺呢一點上面，黃毓民議員
是說要削減他3,340,000元的預算開支，即係等佢冇薪，其實真係靜內難清君側，即係黃毓民議員都係苦心，非常之苦心。即係話特首啊，特首，你自己都夠差啦，你仲要整個摩托叉騎駁馬叉上叉嘅人嚟搞我哋呢個反，我哋被稱為反對派議員啊嘛。但係反對派議員都有少少嘅邏輯，一定係多過呢個贊成派嘅，因為我哋睇到個問題所在，所以。其實邱騰華局長、邱騰華主任聽到我講法，佢應該嚟到，好似黃國興議員咁話俾人聽，佢係從來唔飲奶茶，應該係嚟到駁我嘅。嗱，如果唔駁嘅話，我都冇辦法唔咁樣講。好啦，呢、這、一個淨係邱騰華呢一筆，我知道咧，你就覺得我又講得耐啦，係咪？嗱，邱騰華呢一筆係眾所周知噶啦，即係話。在他為官的時候，他未做好的事令到今日特區政府是頭都痕埋，都不要計他現在在梁振英的揮下做的壞，即是做的錯事。很簡單，主席，梁振英其實是你安排我們上去上海訪問的，梁振英急就章出來說他這個這麼大的白話、方話、空話、假大空的話，喂，老實講，梁振英未必識。而邱騰華一路我已經講，就係佢一個公關嘅高手啊嘛，所以佢一定係咁噶，走埋嚟插隊，掉一掉就變咗特首喎。特首話叫我哋上去喎，但係個問題穿咗崩啊嘛。一個叫我哋上去嘅人係食嗰餐宵夜就話個臨急臨忙，即係肉酸啊嗰單嘢，到底係陳建平做定佢做我都唔即係冇所謂。一個特首，台內特首走埋去話：喂，我同你食餐宵夜咁，你講乜嘢喺度？梁議員，我認為你離題啦。哦，知道。咁呢個行政長官辦公室令到特首咁丟面，亦都係令到主席你閣下都不無所適從嘅，係咪？冇，即係完全係唔合乎禮節嘅。好啦，咁我知道咧，你即係而家話要扭，即係扭螺絲啊，就話我哋唔可以重複，我唔重複咯。陳建平呢位仁兄。嗱，陳建平之遺物，上一年咧，我哋就已經係大肆鞭撻過，我唔會呢一個咧係呢一個再重複翻上一年嘅嘢。而家就講到佢呢一筆，主席，我嘅經歷就知道陳建平渣啦。我而家現身說法，由小弟第一聲話。我上嚟上海，特區政府冇揾個人揾我啊！喂，梁議員，你上上海，你好似係即係試過有前科嘅喎，四川嗰陣時穿過崩嘅喎，人哋唔俾你上去喎，你使唔使我協助啊？喂，阿哥，我假假地都係個議員，雖然而家我係一個少住喺公屋嘅議員，風餐露宿。好天晒落雨淋喺嗰個中旅社嗰度揸住張同人哋陪人哋喺度排㗎，你真係講嘢。如果我跌咗咁點呀嗰日。呢咩人嚟㗎，佢係代表梁振英打通國內關節，既然間有某一個人唔知陳建平因為邱騰華係要搶功要邀功話係你做嘅。咁又使唔使即係你老人家真係唔使照顧我㗎喎，老實講。因為佢哋做㗎嘛。政府對政府嘛，下級政府對上級政府，我哋喺呢一個特區政府嘅編制係獨立噶嘛。政府對政府安排嘅嘢，呢、這個陳建平咁熟悉國內嘅嘢，喂阿哥，叫小弟喺嗰度風餐露宿，就誇大啲，日曬雨淋啦，喺度同人哋排，搞到滿街謠傳。喂阿長毛嚟做咩咧咁？喂，我又唔識，因為我少去啊嘛，影相都唔識。呢、這個咪差囉，以前我哋去唔係咁㗎嘛，唔使我去攞㗎嘛，交張證交張相俾佢咪去到過關，你都去過啦 ,2005 年同我兩個送有咁就攞咗嗰張證咁就行咗去啦。你講呢件事講得太多啦。唔係呀，喂陳建平喎大佬，我同你親歷其幾㗎喎，仲有第二樣最抵死嘅就係、是、入到去搜身啦。
又要勞煩我哋嘅親愛嘅秘書長陳維安勇敢地去頂住呢個上海海關無理嘅嘢。阿袁秋都曾經勇敢地頂過嘅，不過後屘俾人教訓就唔知唔關你事㗎。哥，這你不勇你去說話，佢就冇啦。喂，你又要跟埋陳維安去，你又盡責喎。喂，哥，我叫曾玉成，我係立法會嘅主席，你唔可以喐我。喂，咁大嘅誤會，你都記得喺房裏面啦。我認為你離題啦。喂，你喂呢、這個陳建平嘅差勁，我而家扣佢299萬，好大鑊嘅喎。我要有所本喎，而且係你要明我啲嘢先得喎，係咪？你要聽我講啊嘛。喂，入到去裏面最頂人就咩咧？嗰、那個上海嗰個海關，什麼之後立法會主席？咩叫立法會主席啊？喂，大佬，我話。即係咪等於人大咯？哇！即刻寫一寫地啦，就俾就話算啦。唉，態度好咗好多。喂哥，你陳建平咁熟悉內地嘅人物，你就跟他說嘛，你尊重我們的主席嘛，你改變的態度嘛，是不是啊？主席，要我一個階下之囚。我提醒你，你離題啦。嗱，咁啊，即係我知道嗱。咁你話係咪冤哉枉也？主席陪埋我喺裏面受氣，係咪？仲要我話喂，我話呢個主席好人㗎，佢係做個政協代表㗎，我又渣喎，即係我都要扣人工。原來佢已經冇做㗎啦。佢話哦，黃美又已經沙太啦。咁跟住呢，佢有啲面口又差咗喎，就話要將一封明冤信嘅信封拎走先俾主席拎佢走。啊，梁國雄議員，我認為你而家講嘅情節咧，完全係同呢個議題無關嘅。拿陳建平，拿陳建平，拿299万幹什麼？一點事都不幹。我跟你就在裡面給人家苦弄苦弄，係咪啊？喂，你講到明係陳建平就喺大陸嘅人脈好，知道人哋大陸做嘢嘅方法。是文明的，你搞到揾兩個海關嚟招呼我哋。老實講，上海市委拍求其一個人水平高好多啦。咪同我講啦，哎，主席啊，你的同僚不行啊，不能進來啊，那就算啦，是不是啊？喂，你陳建平咁樣做，梁振英仲攞條青竹蛇當係攞呢條攞命藤當係扶手棍喎、啊，299萬啊，嗰、那個主席，你幾多錢啊？你做得佢好佢好多啦，鎮定啊嘛，係咪？你同佢講，喂，我係主席嚟嘅，你喐我哋嗰啲團員係要講嘢，即係要我咩？喂，呢個陳建平嗰陣匿咗喺邊度啊？如果佢真係，如果唔係呢個乜離題啊？陳建平299萬，二百佢嗱，如果嗰日佢冇去嘅話，就冇你冇聽我講，阿陳大你阿林大輝主席會喝你嘅。如果嗰日陳建平係聽到我哋上去。如果呢個特首叫佢上去一定冇啲咁嘅事，因為佢做過咁耐記者喺文匯報，又係共產黨員，又懂得國內嘅法制，又懂得呢個國內嘅人情世故，咁一句搞掂啦嘛。等等，係嘛？因為我打個電話，打靚通電話就行啦。我打個最高級嘅咯，打去俾呢個啊、上海市委書記個秘書咪得咯，大家識得噶。梁議員，我再提醒你，你離題啦。主席，因為陳建平咧上一屆我話嗰時候從來冇講過啲最新嘅，你唔使講。你話離題亦都唔啱，點解咧？係因為所有人，包括梁振英自己都默認，陳建平之所以委任，係因為佢熟悉大陸嘅嘢。我今日指證嘅嘢係你都喺身邊，離不離題，你都係可以裁。但係老實講，天下有心人同性一哭啦。299萬，林大輝，你有幾多錢啊？一個月八皮嘢。喂，你咁樣嚟嘥我哋啲錢，令到我呢個小議員蒙羞唔緊要啊！成個立法會俾人哋翻轉嚟搞。主席，我知道咧，你話我離題咧，我就係唔可以駁嘅。好多人唔聽我講嘢，我而家要求你點人咁精彩嘅演說都唔聽，真的是沒道理啊！袁秋，我讚你，你有氣好十足喎、啊，不過後屘打咗個八折啫喎，俾陳教授一鬧你嘅時候，請你先坐下。